诸位，啊，咱的足侪，今日咱的现场，咱的议员，啊，咱今日在现场，在现场这一群人，应该是我从政生涯里面最熟悉的一群人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我们在这里打过两次选战，一次是新北市，一次是总统大选，虽然两次都没有成功，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很好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所以今天看到大家我就怀疑，尤其是这样热的天气，今天的走村听说有将近2000个，我们的山友也好，我们的好朋友也好，大家一起来参加，走了这么长的路，看到在现场每一个人还都是精神很好，而且精力充沛，就表示说我们真的很有希望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啊，今天斗村的主题就是我们的飞和家园，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新北市的市民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核电厂，首当其冲，我们最有切身的利益，也应该为那些台湾人把关，大家讲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的是飞核家园停建合适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哇，很高兴的就是说，我们这有很多我们的山友会，啊，我们的山友会会长，我们的黄会长也是在这，好，谢谢黄会长到台上来，谢谢小英山友会，我要来我们的山友会的机会，我都要练一下身体，因为我们的山友会握手都特别有力，啊，我们的山友会啊，咱的新北市，咱这里最好朋友，这么有精力旺盛的好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反核，我们一起来要求停建核四，咱一定会成功的，大家有信心不？啊，咱今日有这么多人在这，表示说咱的新北市，咱的东部，咱的罗主任委员做得好啊，好啊，做得好不好？好。我看麦说了就好了，我到哪里新北市哪里都看到他，没有看到他也有人提到他，讲到他，他把新北市真的党务做到无所不在，听起来很恐怖，但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率，也是我们在新北市我们要重启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更大的战斗力，哎，咱上重要一个人就是咱的罗志镇，咱该拍波甲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很受欢迎吗？啊，咱嘛很多咱的党公子弟家也是在持续的深耕咱的基层，把咱雷山新北市的基础更加的稳固，在2014跟将来所有的选举，我们都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。啊，大家是不是一起来加油，一起来努力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我给你看的感觉，真的很高兴，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心。啊，大家也都和睦平安，多谢多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蔡英文前主席，小英基金会的蔡英文。好，我们呢马上哈，要请我们蔡主席为我们摸彩哈。啊，都还没看来哦，进来进来进来。现在抽到一个礼物啊。好，我们那个哎，蔡主席呢？是由蔡主席、前主席来可以来配哈，送给大家一份。这么多奖哈，蔡主席办公室哦，特别为我们挑选几台平板电脑、iPad mini， 小碎耶，小心呢，还有还有还有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进来进来，都放了哈。好，不要跟我打架了，进来了。小一呢，很用心的从底下呢过一货哈，然后还有还有哈，好，我们看到 iPad mini 只有一个哈，小一特别要用他的这个手抽出来。好，得到这个奖非常幸运哦。想要拿小英奖的举手好不好？
还是跟他几年？为什么是 iPad mini？ 因为我进来也有一个 iPad mini， 觉得很好用，所以我希望跟大家分享。你好，出道的人是叫做郑慧文。郑慧文，举个手。郑慧文。郑慧文。郑慧文在哪里？有没有在现场？不接我。不接。再讲几例。哎，对，哎，真的是你呢，297，哇，恭喜恭喜，来合照一张，开始颜色，看起来小小的，但是就敢得几分几年哦。科技产品啊，非常实用。拿到了 iPad Mini， 我们来拍一下郭蕾姐，谢谢郑慧文。由蔡英文亲自的颁下这个奖项。来，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党工职，我们跟所有的党工职跟蔡英文拍个照片，然后后续